英子，开门，Daddy。你怎么来了？你在家呢？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宋倩，你把门打开一下，我给孩子拿了点东西。咱们说好了，一个月见一次的，别坏了规矩，好不好？天天来打扰，你先回去吧。别，我跟孩子约好了，孩子等着呢，你把门打开。他那儿做卷子呢，我这儿也有学生，都挺忙的，别打扰了啊。先回去吧。英子，把门开一下，爸爸到了。你妈不给开门，你把门打开。哎，英子，不用开了，爸爸进来了。哎，你干嘛？啊，你跟着我干什么？不是，我也住着，我这不俩手站着吗？赶紧一块进去。你住这儿？你住几楼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这人，我说我住这儿，你问我住几楼干嘛呀？你说你住这儿，你就住这儿了？哎，别别别，我告给我诉你推啊，坏了，别给我推坏了。前几天这小区丢东西了，你知道吗？我严重怀疑跟你们这种尾随入户人有关系。行，哎，保安，赶快把他带走，查查啊！哎，出来，什么人都往这儿半天了，鬼鬼祟祟的，干嘛呢？喂，五号楼这边有个人鬼鬼祟祟的，你们赶紧过来几个人。什么话呀？什么鬼鬼祟祟啊，保安同志？你跟谁同志呢？走，给我去安保处。我住这儿的，我不去，我干什么呀？我住这儿，我这是业主。你是业主？哎，你住哪户？几零几？403。403？行，那咱俩去问啊。403是吧？你好。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家有没有一位？你姓什么？我姓乔，乔卫东。有位乔先生，他说他是业主。没有。说这。走吧。不是你们小区丢什么了？我真不知道，和我没关系。哎，小伙子，上个星期咱们俩见过呀，你有没有印象？没印象。行了，你先别说了，咱们先去安保处。先说你是怎么溜进来的吧。我们刚接到派出所通报，说附近有人碰见变态了，还专门尾随单身女同志。我看这体貌特征跟你挺像啊。40来岁。平头，戴眼镜，还有作案工具。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有拿这么大的东西，就尾随别人的吗？再说尾随哪有大白天尾随的？要尾随那都是深更半夜的晚上尾随。你还挺有经验啊。晚上什么计划？拿着它去尾随妇女。赶快报警！好。报警了吗？经理啊，您来的正好，没报呢。我们怀疑他就是那个盗窃犯，乔总。啊，你好，你好，这是咱们小区的老业主，怎么了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是我长得说是一会儿像变态，一会儿像贼，就把我给抓这儿来了。哎，实在是抱歉啊，这几个小子新来的，咱们这儿的保安呐换好几波了，咱们小区这几天有几家招了贼了，所以管得严。您放心啊，肯定严肃处理。赶紧给乔总打水！行，不用了。您这是回来看闺女来了？啊，回来看闺女，给闺女拿的东西，没想到让他们给拿了。来来，我给你拿着，我给您送上去。怎么上来的呀？啊！怎么上来的？你不让我上来，人家物业经理亲自把我送上来的。有本事让他送进门啊！不是，你一趟趟跑，你到底要干嘛呀？英子不是喜欢天文望远镜吗？今儿货到了，我给孩子把货送过来。高三了，哪有时间玩这个呀？拿走。这是孩子的兴趣爱好，我这当爸爸的不得支持吗？哎，那么多年都没见你支持，到了高三了，支持什么呀？不行。那我支持还分高级吗？我就放下就走。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忙啊？我不耽误孩子事儿，你就让我进去好不好？啊，崔老师，哎，不行，我不耽误事儿。不是说您，哎哎，不是说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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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
说您，不是说您。我马上给您查啊！哎，不好意思啊，崔老师。杨子，爸，您咋来了？爸给你买个望远镜，你喜欢的那种，你看看。对对对，这就是我想的，行了，谢谢爸。啊。但是，要不您还是拿回去吧。我最近忙着学习，我妈肯定不让我玩。最近怎么那么忙啊？这不是快分班考了吗？我妈整天盯着我做题。不是英啊，哎，你跟爸说说，你大学想考哪个学校？大学啊，这不还有一年呢吗？爸，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学习了？这话让你说的，你现在不是高三了吗？嗯，你妈天天你看，这还带学生，我怕忙不过来，准备过来帮帮她。您不来就是帮她忙了。哎，文姐，哟，怎么打扮那么隆重啊？来来进来。哎，Jenny过生日，公司给开了个 party， 被她穿那么隆重啊？拉倒吧，我故意的，一身黑。哎呀，葬礼。哎，嘿，太客气了吧？哎，你们没吃饭吗？吃完了啊，都吃过了。你们没吃的吧？饿不饿？还饿不饿？我那儿汤。哎，行，一会儿喝吧，我先找英子去。啊，好，你先去吧。哎，英子一会儿打包鸭子过来哈。哦。小野东在哪？那呗，又找借口看他闺女啊！你没过来吃饭了？美的，他会请他吃饭。英子，哟，哎呀，凡凡啊，东叔啊，哎，我和我妈过来了今天。哦，找英子了啊？那行行行，你们聊，你们聊。啊啊！这我给英子买的望远镜，你给支起来。行行行，我给拆了啊。爸，那爸您慢走啊。我不走，我跟文杰阿姨说声话啊。行吧。行，你们聊吧，聊。味儿炖的，翻身不倒汤啊！我不是给过你方子的，你还炖过一次。文杰，哎，老乔，哎，来了哈，哎，好久不见了啊，是好久没见，哎，谁说好久没见？上个星期不是刚跟方圆你们打过电话吗？啊，是我说咱俩好久没见了。对对对，那个什么，你现在都忙什么呢？我瞎忙瞎忙。哦，那个，要不我行，你先走吧。不是，妈。啊，那烤鸭什么时候到？我快饿死了。哟，那我先给你找点吃的。没事没事，你不用催，你爸已经在路上了啊，稍等会儿。老方来啊，老方马上来了，那我坐会儿吧，我等会儿老方，我打个招呼啊。哎，那这事你们聊你们的啊。哎，那就没事，不用管我。行行，那你坐着吧啊。啊，行行行，狗他妈死去。干嘛呀，慌慌张张的？跟你说凡凡的事儿啊。我把门关上，省得孩子听见。嗯，手感不错吧？这个呢，可是我妈为了我的高三新给我装的隔音墙，据说这隔音量能够达到45分贝呢。真的？嗯，那也挺厉害的。不过我觉得吧，这跟普通的墙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手感不错。我骗你干嘛呀？这就跟那明星录唱片的地方，就录音棚一个效果，你里边说什么，外面都听到。真的？我试试。童文杰，童文杰，你过来呀！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我就在这等你。不是，你不是听不见吗？也没让你用吼着呀，大哥。宋谦，我之前真觉得凡凡挺小的，怎么突然就到高三了？突然什么事儿都上来了，突然学校今天就通知我了，说让凡凡蹲班一年，高二等于复读一年，等于不让考大学了都。不是正式通知吗？口头建议。哎呀，口头建议没事，你别瞎紧张，这还不紧张啊？这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你们家长和孩子手里。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决定啊？现在这样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之前你怎么不知道帮帮孩子呀？多抓抓他，现在是不是特自责呀？我有什么好自责的？我对他够尽心尽力了，他自己不爱学，那孩子成绩不好，那能是我的错吗？那就是你的错。哎，你这想法怎么还没有端正过来呀？孩子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哎，
我够尽心尽力了。你说之前的成绩还不错是吧？这到高二突然下滑，我马上就警惕性很强啊。我跟方圆该报的班我都给他报了，结果越报越差，现在沦落到蹲班了，丢不丢人啊？哎呀，你们还是对高三没有正确的认识。你知道我们那学生里多少家长，孩子一上高中，那全家都开始较劲了。你们俩夫妻啊，真是心太大了，一直这么大撒把，报班就管事儿啊。这孩子成绩能上得去吗？得盯着呀。那我不工作了，我辞职啊。那我工作怎么办？我事业不要了，我就为了他上一个大学，我就把工作辞了。那有什么新鲜的呀？我那学生家长多少啊，为了陪孩子高考，那就是辞职。不是，那这也太夸张了吧？那我也有朋友啊，人家孩子也高考啊，没见父母辞职的。那父亲我是真没见着辞职的，母亲可能还有一两个吧。男的都一样，自私自利，一个算一个。这方一凡的成绩吧，你要说我真是辞了职能上去也就拉倒了，那万一方一凡还是考不上大学，那我不是鸡飞蛋打吗？哦，对了，我没跟你说吧？嗯，磊儿这就来了。真来呀？哎，你怎么想的呀？家里已经有一个高三的了，还弄一个来，两个你顾得过来吗？磊儿倒还好，你知道磊儿上学期期末考多少吗？多少啊？730。730啊，牛吧？哎，那你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福建和北京的卷子还是有差别的，别再有落差。福建和北京的卷子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了，不能再等一年嘛，非在这种关键时刻来呀？怎么等啊？他那爸，嗯，又娶了一个，还不到一年啊？不要脸，男的都是大猪蹄子。你知道他娶那女的吗？嗯，人品太差，太差。我怎么能让磊儿在那儿受欺负呢？我真看不下去了。估计就这么一个孩子。哎，可能来了，我开门去啊。来了，来了。看着，可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听声儿就不对，我以为自己穿越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是我以前的家。哎，来了，我给你们盛汤去啊。搁门口吧。哎，你爸来了。哎，儿子，来了。哎，儿子，哎，这烤鸭。啊，我这哎，那个宋老师，哎，宋老师有没有啤酒啊？家里，咱俩一会儿烤鸭配啤酒，整一口，整点，整点，喝点。吃过了啊？吃过了？我没吃。你先去片鸭子去。哦，对对，得嘞。宋老师，我用哪个菜板啊？那个就行了。哎，那什么，方圆，那我走了啊。啊，文杰，我走了啊。啊，反正我也吃过了啊。咱们俩就那个明天誓师大会见了。啊，行，这么着。海东，你等一下。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明天誓师大会我去啊。来一下。把门关上。你誓师大会要跟谁见呀？啊，你要跟谁见呀？不，孩子学校活动吗？怎么了？我作为爸爸，我还不能见孩子吗？这扯什么呀？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见孩子了？你跟我扯是吧？好好好，那我给你算啊。咱以前是不是说好一个月见一次的？你这个月是不是犯病了啊？送铅笔盒一回，送书包一次，送充电宝一回，送蓝牙耳机一回，今天又来送什么什么？放远镜，你自己说说看，你这个月见他多少次了？五六回吧。六回？你还什么时候见过他？五六回，这是我估的一个数，大概。啊，好好好，我不跟你扯了，你就说吧。啊，你誓师大会跟谁见啊？你跟谁打招呼了？哦，跟方圆打招呼是吧？啊，他们是孩子家长是吧？我那是打招呼吗？我是约方圆通知他一下。那你应该跟谁打招呼啊？英子呀，我和英子说了。那怎么着？那我作为家长，我还不能去吗？你是家长啊？哦，你现在成家长了，这么些年你管过英子的学习吗？你管过吗？还家长了，在这个学校里我才是英子的家长，知道吗？我算知道了，宋谦。春风那是你的老单位，你坐上。
你是怕你那些老同事看见我了，你尴尬是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明天啊，这样，我离你远远的，我在操场边上站着，好吧？你还一个人站操场边上，还不够显眼是吧？还嫌不够丢人现眼是吧？不是，那你不让我他行，那也行，那我离你的呢，既远又近，若近若离，让人觉得我们既是一个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不甚完美的家庭。乔海东，哎，你是不是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干多了呀？干嘛总是这么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呀？我为什么偷偷摸摸？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习性嘛。那不是因为我怕你吗？啊，当然了，现在也不是怕，我那是尊重你。哎，你现在的生活我们从来都不打扰，那是你的生活，对吧？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母女俩了，行吗？宋倩，我不是想打扰你，我承认这一个月我来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英子现在啊是努力有余，放松不够，孩子经常说压力大，又不敢跟你讲。你怎么知道的？血缘的感应。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我能不能让孩子放松一下？是，你是好心，我知道啊。你做事呢，总是想尽善尽美，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要张弛有度，不能把孩子逼得太紧，否则适得其反，是吧？说，接着说呀。咱们俩可能在教育的理念上有所不同。一个女孩子，非得上清华北大吗？对，必须。哎，英子，你爸给你的望远镜太帅，你要给我留住啊，到时候借我玩两天。哼，你是不了解我妈，她就是个狠人，贼专制。哎，不带这么说你妈的啊，你妈多好啊，天天笑呵呵的，又温柔又慈祥，哪跟我妈似的凶神恶煞，她不跟你讲道理。刚才超市差点一巴掌呼死我。你别急，这不是你们都还在呢吗？等你们一走，我那宝贝望远镜啊就要被没收了。我要是管他要的话，他就说高考一完，物归原主。我说你妈这样啊！哎，我现在就是挺心疼我爸的。你说他这三天两头的给我送趟东西，每次哪一回不是被我妈给怼过去的，夹着尾巴就逃走了。哎，原来天下的妈妈都一个样。同为天下沦落人呢。花园，啊，你别弄了，你过来。哎，这俩人绝对复合的，这多长时间了？要不就打起来了。你瞧你今儿怎么了呀？啊，情绪不高啊？这么打眼呢，饭都不吃，急着奔到人家来，出什么事儿？你说。我这憋了一天了。啊？怎么了？方一凡一直跟着我，我也甩不掉他，没法跟你说。真把人给打坏了。打坏了，那些都不叫事儿。哦，那就是跟人女孩谈恋爱，被人父母给抓着了。哎，方一凡不能不要呢。你说，我跟你说正经的呢。那你说怎么了吧？他们高三那个年级组的组长，嗯，新上来的那个李老师，嗯，也是他的那个班主任，今天跟我说，嗯，说怎么了？让我们考虑让方一凡，嗯，高二蹲班。蹲班？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洋洋，要不你在姥姥家再睡一晚上？我考虑一下，好不好？妈，咱刚才商量好的，您怎么又变卦了？谁变卦了呀？不是妈，你该让让位了啊！那洋爸妈回来了都。是吗？那他亲爹呢？我怎么没见着啊？好不容易听说季局长回来了，我这请他吃饭，人呢？胜利他不是忙吗？您又不是不知道。忙。妈，今天可是我们一家三口正式团圆的日子，说不准胜利都已经在去酒店的路上了。关键这回的不是家。是啊。有家不回，非住酒店，不是瞎胡闹吗？哎，我跟你说，孩子。你以为是你自己过日子呢，闺女，这是带着孩子，你不能糊弄。妈妈妈，听我说一句啊，我姐他们家情况您不是不知道，那房子好长时间没人住了，那是一天能收拾出来的吗？
啊？收拾不出来也不能委屈了洋洋。你们都别操心了啊，房子我都已经租好了，就在学校对面，过两天我就搬进去了。这不洋洋离这就近了吗？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啊，我们走了走了。洋洋，好了好了，跟姥姥姥爷说再见啊。走了走了走了，快快点，再见，走了，有空回来啊，回来看姥爷。洋洋，你要觉得饭不好吃，你就回来，听见没有？姐，要我说啊，也别租房子了，住酒店挺好的。我就在这酒店呢，给你们长租一房间。我们能拿得起一件也没几个钱，主要租房子太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别给你姐夫添乱了，好吗？行，知道了啊。其实我可以记住我姥姥家。住什么姥姥那儿啊？到学校不堵车，还得小一小时呢，堵车就没点儿了。你妈为你好。新房子太小，我住不惯，要不然我就在学校那边自己找房子住。嘿，那个臭小子还没上大学呢，怎么着就想搞独立运营啊？哎，你是不是想自个儿住谈恋爱方便？老张，哎呦，没事，都多大了，18了都，法定恋爱年龄了啊，是不是大洋啊？能说实话，谈没谈恋爱啊？嗨，我没谈。不过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这年特多啊？嘿，哎，我跟你说啊，你年纪别给我瞎谈恋爱了啊！听话，我送你新款的头盔跟手套。真的，舅舅，最新款。元征，不许再给洋洋开车了。洋洋，你也是的，学生开法拉利去学校也太不像话。你现在是高中生，学习应该是第一位的。关心我学习？我看你还是关心我爸面子吧。嘿，洋洋，怎么跟你妈说话？本来就是，他俩一年到头都不在家。高三想起来管我，嘿，那个臭小子怎么着？家长说那两句，还不行了是怎么的？我的家长是舅舅，还有姥姥姥爷。洋洋，给我拿东西。这酒店还算低调吧，符合你的要求啊。行，那你们呀，踏踏实实呢，那儿住两天啊，我都安排完了。这两天啊，收拾新家，别来来回回的跑了啊。好，上去吧。哎，听话啊。听话就有头盔。哎，行行行，上去吧。啊。哎。洗澡，哎，完了吗？那洗澡去了。哎，方圆儿，嗯，方圆儿，哎，那蹲班的事儿到底怎么说啊？这个蹲班的确实是啊，是挺丢脸的事儿。我路上今儿都已经琢磨明白了，这蹲班呢，搁以前都是什么啊，学习不好的呀，二傻子、二愣子，对吧？一说班里来个留级的学生，肯定是个坏孩子。但这次肯定不一样。现在这个蹲班生，可能学校有他的考虑，这可能跟那个升学率是挂着钩的。这都要蹲班了，还升什么学呀？哪来的升学率啊？这，哎，你看啊，如果是说参加高考的话啊，你就是一个稳定的分母，对不对？这总数是不变的。考上了，你就是一分子，这个升学率就上去了。如果你没考上，你就成为一个坏分子，那你还不就蹲班？这还没正式开学呢，学校怎么知道这方一凡就当不了这分子呢？大数据啊，他根据你高一高二历次考试这些东西，他去判断一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如果你是一个好分子，肯定让你考。
但是如果你是个坏分子的话，分母都不让你当，直接让你蹲班。这奇怪了，怎么方一凡这一眨眼之间就成了一坏分子了呢？他现在没有成为坏分子，他是介于这个好分子跟坏分子之间，这就是学校担心的地方。所以跟咱商量，是不是要蹲一年的班？蹲一年班，给你一年时间，争取让你成为好分子，直接去参加高考，就这道理。我不想让方一凡当坏分子。你先不要悲观，学校现在还是对方一凡是有信心的，要不然不会跟咱商量这事。还有一个，确实是他可能学习成绩不行，但是这孩子聪明，他机灵，反应快啊。也许哪天他反应一快了，成绩就上去了。我知道了，这方一凡跟你一样的，都是盲目乐观型的。你要说这个乐观，真没什么好乐观的。唯一乐观的就是，这磊儿来了，说不定能带带方一凡，是不是？那也不一定，也可能方一凡把磊儿给拉沟里去了。你刚批评我不要这个太悲观啊，你乐观，现在怎么突然你悲观，我乐观起来了呢？反正这事儿总体来讲不乐观。哎，妈，妈，这洗发水用完了，你帮我拿一下。我今天不是刚买了吗？你自己去拿一下。我这光着呢，我怎么拿呀？我给你拿。那行，我给你拿去。哎，你说就这样的，我能乐观得了吗？哎，你们都回去吧。对，介绍一下，这位是贾主任，这位是小张，哎，这位是我爱人刘静。哟，刘老师，哎，您好，您好，哎，你好，你好。那区长，我们就不送您上去。行行，回去吧，回去吧。明天区里见啊。哎，好，辛苦了，辛苦了，应该的。啊，走吧。我说呢，大晚上的，非得让我下来接你一趟。原来是有人送你回来呀。大晚上的不回家，住宾馆，还是为了孩子上学近。谁信啊？这官当的。哎，你刚刚呢？睡了吗？睡了。啊，好久没见他了。对，你微信上说他又闯祸了，怎么回事？啊，也没事儿，就小孩子打打闹闹的嘛，老师都已经解决了。你还是要提醒他，以后啊少惹事儿。没超标吧？超不超标的是咱自己花钱，有什么好担心的？杨最近考试了，这成绩有点说不过去啊。我知道他英语还不错，这物理怎么考这么差？究竟什么原因呢？季局长，你能不能不在家里打官腔啊？哎呀，我在跟你讲问题呢，怎么成打官腔了呢？那你好好看看，这是高二的期末考试卷子，两个月以前的了。让我看看。现在才想起来关心。嗯，是没看清楚。哎，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成绩有没有在提高？现在还没考试呢，还看不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挺想关心洋洋的，可一是我工作忙，二是怎么关心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入手。你真的想关心啊？真的。那要不然这样吧，洋洋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微信家长群，有什么事儿什么话，老师都在里边说。要不然我把你加进去吧。哎，好好好好。
哎，等等等等等等，这个群里有多少人？五六十人吧。那么多呢？那孩子就那么多。哎，别加了，你在群里就行了。万一杨洋同学的家长要加我，我不大方便，我就不加了啊。哼，早就知道是这样。明天杨洋誓师大会，你假请好了吗？一早就请好了，你放心，这事我能忘了。那你早点睡吧。哎。商量咱一块组团去看呗。先生，没空。那其实我也挺想去看。那就走，我请客。然后一会儿咱们晚上请客啥呀你？哎，干嘛呀？英子，王一文说组团去看《碟中谍六》，今儿去吗？我妈肯定不让我去。你跟你妈这么说，你在学校做听力，她肯定就放你去了。放我先生，我试试呗。那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就订票。哎，不是，方一凡，你是站这儿的吗？哦，我不站这儿，我一会儿站那个前头，然后给你们照相。好，站站，好，这边。来，哎，那往前走，往前走。三班。对，往那边走，上面。三班这边。哎，这边。哎，李老师，哎，你好，你好，想跟你聊一下。走这边。哎，往那边走，对，都坐到那边。不是你干嘛？你干嘛呀，季局长？现在来了很多家长，真不少。看那边，那边，哎，那些都是高三的学生啊。你现在先别跟人说，老师正忙着呢。我是李萌老师。你好。您请坐。你好。要说，你怎么还真来了？我怎么不来呀？今儿英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给孩子加油助威来。早骂去。英子呢？英子呢？那。哪儿呢？哦，看。看什么那儿那个地方。孩子拍张照，哪儿弄来的？之前看演唱会买的。真有本事！你帮我拿下。找着了吗？等会儿。啊，那儿，来，给你看。坐这儿，我坐哪儿啊？你说，就像咱俩这种情况，这周围肯定不止咱俩这一对。你怎么进来进啊？肯定不止咱这一对。好了，请大家安静一下啊！家长们、同学们，请大家各就各位。誓师大会马上开始，有请同学们入场。
好了，现在入场的是高三一班。高三一班是一个由32个人组成的团体，去年曾在全市英语竞赛中获得了傲人的成绩，其中陈步青同学获得了2等奖，卢之阳同学获得了3等奖，恭喜他们。紧随其后的是高三二班，2017年我市青少年散打亚军，就是来自二班的高哲浩同学。好，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三班。高三三班的理科成绩非常耀眼，乔英子、王志豪两位同学曾在高一高二连续2年获得全市入学赛120，为我校骄傲。高三班，起航扬帆。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高三四班，四班的朱敏仪同学曾经获得去年北京市奥数竞赛3等奖，以梦为马，再创辉煌。下面向我们走到的是高三五班，五班拥有全校最棒的啦啦队，多次在市级运动会上为我校健儿加油助威。下面让我们有请汤校长宣布本届高三年级誓师大会开始。老师们，同学们，我宣布2018年度春风中学高考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同学们，再过一年你们就要进入高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了。人的一生啊，要过层层关卡，高考就是其中一道。此刻的你们可能会觉得高三真难熬，试卷仿佛做也做不完。然而白驹过隙，我相信明年此刻的你们过关斩将，一定收获满满。你会怀念这充满汗水的一年，更会感谢今天加倍努力的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高三的灯火正辉煌，同学们，你们现在正处在人生之旅的重要分水岭。如果少壮不努力，当你蓦然回首时，则会充满遗憾。所以，希望今天的你们，为明天的冲刺做努力的拼搏，书写一个人生的新篇章，也书写我们春风中学的新篇章。下面我们有请家长代表高三三班季洋洋的父亲季胜利同志给大家讲话。哟，季公子，你爸牛啊。我哎，我有一同学的名字就叫这个季胜利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全体家长给同学们表示鼓励和祝福。同学们，今天你们迎来了你们的高三，迎来了你们人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一场战役。是战役呢，那就必须得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希望你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高考的考验，把努力、拼搏、认真这三个词深深地嵌入心底。你真认真做好每一道题，看着背影看不出来。每一张卷子，每一次模拟考试，不断地去完成，去攻克，去安营扎寨，去赢得每一个阶段的胜利。父母和家庭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作为家长，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和配合学校的工作，给你们搞好服务，为你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最后，祝同学们高考顺利。哎呀，说得真好啊！
下面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启动宣誓仪式。这不是英子好朋友桃子吗？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家长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这拍女儿还真积极啊。不跟你一样啊。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儿子肯定不一样。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遥曾这样写道：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里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誓师宣誓。接下来请全体起立，让汤校长带领我们一起宣誓。舍我其谁？舍我其谁？高考必胜。高考必胜。舍我其谁？勇敢把盛放的年华，除了你在。